哟，给你给到这一球打到整个人躺在地上了啦，到底在哪里出去啦？第二十一轰，哇，躺着打也是全垒打，修哈嘛，给你给到拱冠，直接让台钢开鲁格三名的右打者，徐明过了刘基宏，过了林志胜，但他过不了给你给到拱冠这一关，11-0啊。哇，力量真的是可怕啊！从变速球近点的位置来看的话，哦，这个球真的是被他给捞中了。哇，捞哥，有够会捞啊！太夸张了，这打得有够远的。这个半局的第一支长打就是一颗三分球，就已经拉开到11-0了。